欢迎来到分析台哦。那这边的话，太平洋职业锦标赛 BO7 的赛事 ，Blank 让二追了三分，让二追三。目前听牌的局势，即将要面对到的是第六张地图，那是 HQ 的选择，没有错。那非常快，我们就不要在那边猜了，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张地图是什么地图吧。漓江天塔，漓江天塔，哇，直接说中就说中，对，直接漓江天塔拿成 HQ 这边最有。就是自信的控制地图来追成一个三比三，我们来打第七张地图。那第七张地图其实不是占领地图的话是，还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对对对，而且我们可以发现说，其实漓江天塔是 HQ 在对上 Blank 在例行赛当中唯一一场有赢过 Blank 的控制地图。对，当中我们比较关注的地方是，他在控制中心这张地图到底会不会拿出骇影这个体系来做一个使用？因为其实在上一次的这个右上角大补包房的这个补包房的这一个平台，它是并没有办法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巩固，所以说在那个控制中心这张地图是在这个小分时期掉落的。是的，而且其实我们发现说，其实已经占 BO7 的赛事，其实我觉得对双方选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体力考验。对，非常大的体力考验，而且目前看似是已经没什么招了。没错，没什么招了，感觉大家已经最后是用灵魂在打了。对对对，那如果说能够打好莱坞可以重复打的话 ，HQ 这边应该会选个三四次都打好莱坞。没有错，那第二张地图是控制地图，那么接下来的第七张地图的话，最后就是莱斯推车地图。对，所以说 HQ 这一边其实是要浑身拿出他们最看家本领，有什么大招直接放。漓江天塔赶快拿下一场胜利之后呢，我们来比第七张地图，不然 Blank 这边就直接要拿下我们 BO7 的第一个胜利了。没有错，那这边也说好，双方选手其实也是准备好了。那我想把画面交给主播台包子。好的，线上的观众啊，说我离聂宝越来越近了。他说我一直看着你都不看观众，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这张照片送给你。好。那我希望包子等下不要介意说垃圾桶等下多一张这个东西。对啊，这张照片它是有意思的，是只要来到现场都可以在门口对拍一张照片。然后当然你如果明天来的话，聂宝会送你们一人一张，一人一张，对，那他就不用播了，你就一直在站在外面，外面协助他们拍照就对了，对，大家拍个2000张。没有，我觉得这边需要我了，对，这边需要。OK， 好，或者是我们在那个分析台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看比赛，然后之后就是蒙着眼睛分析，这也是蛮厉害的。一直在外面拍照，漓江天塔这张地图，我想这边是 HQ 的一个选择，求稳。这张地图其实出战率很高，那我觉得如果他们准备 EDOS 的情况之下，会打到这一张，等于是他们在上个礼拜应该就是把漓江天塔作为他们第二首选，是等于是他们整个礼拜可能就练这两张地图，那包含明天的一个初赛，第一张地图也许是他们的选择，也可能还要再选漓江天塔。对，那当然对 HQ 来讲已经是最后的一个机会 ，Blank。这边是让二追三，强势的一个停牌了。你说最早的时候，那个 H 让我们看到，在打花园的时候，他们很喜欢用一个远近阵，再打一个阵地战，那其实效果不错。但一直到后面的时候，其实在于双辅部分，他们好像都处理不掉那个对方的闪光。对，无论是 Blank 的一个 IGR， 或者是闪电狼的那个 Bank Jack。是，那这张地图值得关注，值得关注，看一下。这个 H 的远近阵究竟能不能抗到目前 A 塔的一个忍者拔刀？所以在于说双保护的部分，必须要缴在对方忍者拔刀的时候，又或者是这边绝对不能在平局的状况的时候被逼迫一个保护技。是，来看一下，这边确实出了一个远近阵 HQ， 那么右边我们可以看到 Blank 这边出了一个全刺阵，两边都带双保护，第一波会战。IGUP 脱离主阵型，包含 A 塔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右边侧翼闪光过来做一个包围，正面被套球的 Titan 血量非常的少，直接拉回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Elegant 进场直接做一个救援，拉了一波，钢把掉了，哇，钢把在我们没有看到角度掉了，先近点是 Blank。哇，一样我们可以看到 Creepy 这一波反而是双辅助围着非常的不错，遇到对方的一个刺客骚扰情况下，先把对方给换掉。哇，外场雷探的承受一个大量的火力，没想到在最后一刻的时候终于是逃离了一个战场。如果刚那个爆甲的话，情况会变得不一样，反而是刚那波追击让 Blank 的位置稍微的差一点，而且甚至也把大部分的一个招式都交在了那个刚杀地板的身上。哇，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闪光单挑从右侧进场 H up， 正面对决是 Cowman。好，从侧边这边切过来，我们可以看到被套球的 Eric 血量非常长，回去吃补包，奶线给的充足，及时拿回来，再粘这一个炸掉了 Creepy 爆机甲，在正面这一波 Lady Titan 也爆了，开了一个音波屏障往前追击，人数上面 Blank 是有优势，而且点给抢回来，
看这边目前这一个闪光都没有人做限制，甚至 Lady Helen 都只注意这边战场，反而是放任这个闪光不断侵袭自己家的队友。是，这边等于是 Callman 要特别注意盯对方的一个闪光了。对，最初那个 Callman 的话是放弃跟闪光都单挑，回到这边战场，可是很明显的他在这边战场就没有所谓的骚能力。如果他刚选择跟 HR 的话这边单挑的话，我觉得可以这个拖慢刚他们的节奏。是，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HQ 双保护形成的情况之下， Callman 脉冲炸弹也形成，第一季战术锁定也来了，来看一下这一波有没有办法强势打一波进场。Faker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钢霸的一个能量也快累积完成了，这面这一波前坦中输出后面辅助，这一波直接一波进场六人大部队。哇，这边先开哦，卡瑞斯先开 ，Ata 在等对方开保护，找角度要骚扰对方的一个后排。这边我们给 I Drop 又打出一个破口，炸死 DG。这一居然是这在超人生的范围里面杀掉了 DG， 有相当的关键。是，而且 DG 刚才应该开启战术锁定，直接被粘炸弹。来看一下这一波，双方互有往来情况下 ，Eric 很强势的直接把旁边那个电掉了 ，Ata 那个位置倒了。可在双输出倒的状况下，好点上好像不太理想。剩下两个辅助，这边雷坦从后面上了钢霸，钢霸直接倒下。哇，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被追截是路西欧的一个位置啊 ，QT 倒 ，Kiki 的位置一样啊。这个四面埋伏的情况之下，这一波进场 ，H up 没有拿到人头 ，Ata 直接拔刀，拔掉 KP。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凯瑞斯一样把 Ata 给换掉。对外场忍者拔刀居然是没有任何成效，看到刚刚 Ata 的大学是归零状态。所以刚刚最后面 Carries 居然是利用一个右键杀死了忍者，是两边的输出都不约而同缴出了大，但是都没有很好的一个成效，包括 DG 被粘炸弹，包括 Ata 的一个拔刀。那没有办法，因为刚刚那一波其实他旁边没有人，所以他拔刀基本上就成为标靶。但同时两边用双保护交换的时候，最后 Ata 这个拔刀会形成最后会战的关键。是，这边来看一下 RQT 在外围已经有一波屏障，这一波要灌进去。正面有人，哦哟，这个粘直接粘到了，钢把断一补 ，Brink 这边人数减一个 ，RQT 的位置非常的危险，血量非常的少，这一波的一个追击，我们看到正面来看一下 ，Ata 的一个位置被锁定了，直接被打掉 ，Aken 这一波的一个追击直接清了两个，哎，对，而且这一波的一个追击也导致 Ata 下一波能量。并不会直接来到 100% 哦，那反而下一波会在只是两波了70%的一个时间，钢霸打 QT 线有双保护技能可以做开战，但目前 HQ 并没有任何的大招，是这是一个蛮大的危机啊。对，缴了很多的一个大招啊，下一波会战雷泰坦一个机甲自爆是关键，还有 DG 的一个战术锁定。对，广场上的会战雷泰坦的一个自爆要有所限制。现在要选择一个做回丢，反而钢把率先带交了 DZ。回丢结果来看一下，炸到多少个人，并没有炸到任何的人。是双保护都缴的情况之下，强势进场，这边做一个踏点，而且把这一台的机甲清掉的情况之下，我们看 Frank 点要抢回来了，非常快速哦。哇，反而是 HQ 这一波 DZ 倒的速度实在太快。好，这一波来看一下会战，正面有战术锁定 ，DZ 直接开。可是被温斯顿限制的情况下被套球，温斯顿在空中差一点点，直接要把他给点掉，回到主部队。Aken 这边是也开启了野性之怒，这波直接做一个踏点，已经就到 overtime 了，开了一个保护，直接进场，非常强势。两边再做个争点 ，Ata 拔刀被打掉了，这时候人数掉得非常的快 ，Brink 最后的一个机会，哇，这边闪光车衣的一个干扰也被抽掉 ，DD 最后强势打出一个破口啊。好像点上的树清战哦，来看一下目前第一把也是快倒下的状态，右键收拾掉对面小第一把，再收 RQT， 目前 HQ 有机会抢到这个点吗？是，这边直接占领了，我们可以看到 Brink 有没有人踏进，有人踏进来，但是只有一个原是 Ata 快速被融化情况之下 ，Overtime 燃烧快结束，但是这个时候温斯顿进场了，血量一样快速的被消耗情况之下，这边丢了一个脉冲炸弹，没有哦，这边炸掉了 Creepy， 但是没有人踏点了吗？还有。这边 Kiki 再进来，两边路西欧这个是 RQT 也赶到的情况之下被套球 ，Kiki 的血量非常的长，开启战术锁定在正面，这个破坏力非常的足，他 Overtime 燃烧完毕，哇 ，HQ 在张地图是获胜了，哇，两边都是打得非常的激烈哦，都占到了99%，反而 HQ 后续的一个大决上面交换话，最后是靠 DZ 成功的把这个会战逆转回来，甚至连续两次忍者拔刀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成效，因为最长后续的 Ata 拔刀往外去想杀士兵76的时候，也被 Creepy 给击杀掉。是前面第一次有一波会战哦，我们那时候才提示说他的一个能量快好了，对方有双保护，
他就直接被欧斯顿给追击，还好他后面那一波他们是有打回来。那当然 Brink 在那一波会战也耗费过多的一个保护技，两个全开了之后才拿下那一波会战。然后看到 HU 这一段的话是出一个汉影单补，配合 DZ 的一个麦卡利想来侧翼的时候封锁对面的闪光，嗯，这算是他们这个想开招喽。对，但是在抢这个右边大补包的情况，高塔大补包的情况之下，要小心对方的一个迪瓦推人。对，要小心露西欧这个推人。嗯，迪瓦跟露西欧都有机会推下去。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选择在左边先做 poke， 左边的一个小补包已经骇入了。第一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很好的一个射线，在远距离的位置。好，往对方迪瓦脸上点。这个时候右边高塔有人在抢。双方在抢的情况之下，这一波哇，反而凯瑞斯在抢右边高塔，害入补包的情况之下被打掉。好，目前这一部分 A 塔点掉了 DZ。对 ，Brink 这一波其实他们的一个防守非常的不错，哇，包含是限制对方凯瑞斯的一个发挥，在补包区这边 A 塔，我们可以看到血量非常惨，及时插了一个补罐奶回来，人数来讲 Brink 是足够的，直接要做站点。这 HU 的意图很明显，他们想要不断正能量做防御的行为，等到 Carry 手大闹之后再选择反打一波会战。但没有想到在这边会战的时候，居然是在平台部分优先被对方给清掉，双台给予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对，我觉得平台那一波会战 HQ 并没有全员上去保凯瑞斯。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把牛仔在一楼平面在做会战，有人在开战，平台开战，但人员不足的情况下 ，HQ 人是被换掉。后撤的部分 ，A 塔居然在有一个双方立场的状况下。被 Carries 给抓掉了，是这个直接罩住了，没有办法跑不掉，快速被融化钢板。正面这一波的会战，我们可以看到一样双坦都掉 ，Kiki 的位置是已经掉的情况之下，温斯顿快速被融化 ，RQT 也被收掉。这边反而是一个敌对全灭啊，只透过凯瑞斯的一个 EMP 啊。哎，对，最早是抓掉对面一个士兵七六，而且成功的利用一个大招打赢会战的一个局哦。但没有想到，目前 Brink 几乎是快这个七龙珠的局是六个灯都快亮了。是双保护直接进场，来看一下 A 塔这边暂时锁定夜间形成的情况之下 ，RQT 强势开一波，来这边是开了一个音乐加速跑到高塔的一个位置，这边缴了一个保护技。在这一波的一个位置受到 Hiki 不断的一个限制哦 ，A 塔还是躲过这边护盾的一个罩住哦，这边强势把 Kirby 给打掉。是这一波对方打野数量实在太多了，这番 HQ 的话就要不断逼迫对方去交出更多的资源来守住这个点。哇，这边 Brink 缴了五个招哦，五个招，这个时候这个会战要拿下来，但缴了非常大的一个资源，反而优势会来到下一波的会战 HQ， 这个时候大招循环在他们身上。能拖就拖，目前 Krabby 在点上会硬撑，他已经继续在做踏点，而且相关奖励还在后面。哎，这边反而 HQ 不想要浪点啊，雷霆坦坦甚至还有一个自爆可以做使用。对，这边没有等人，有人直接进去，这边拖了很久的时间。好 ，DG 也过来情况之下也是被打掉 ，Eric， 但是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到没有缴太多的一个招 ，Call Man 脉冲章丢出去没有太多的一个效果。而这样的行为的话，也让 RQT 有顺利的集到一波蛮好的能量循环哦。因为刚刚本来有这个双保护，那反而这一波的一个不断的做拖延的时候 ，RQT 又有一个保护技能了。是，现阶段的话 ，HU 要怎么去 counter 这个一波屏障呢？现在 Carries 进场，所有人都在平台部分。哦哟，看到第一波的情报，可是对方和尚还不在视野内。哇，先选择撤退，因为第一波的 focus 一定要在和尚。是。这边特别对方的一个双斧 ，RQT 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高塔上啊，这波不能开战，不能开战。在莉莉倒的状况下的时候，只能选择撤退了。嗯，演了一个脉冲啊，又是闪光拖延了这个会战的节奏。这边也会 RQT 直接累积到大招，目前只要 Carries 这个大招一旦没有开好，那他们很可能会掉这分。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在等人的情况之下，等到了，慢慢的往前拉凯瑞斯的位置。来看一下这边出来了吗？等了很久，好，丢了一个隐形，再拉过去要照对方，这边照我们看到直接开战 ，L 平台开战，但被打掉了。KB 这一波一推，直接推掉了对方的露西欧，哇，这个战术锁定非常的凶猛啊，直接逮中对方啊，小宋和娜跳出来也被打掉的情况下 ，HQ 强势站点。对，刚 RQT 是被害到，反而露西欧一个右键是把 RQT 推了下去。反而这一波交出了巨量的资源来抢这个点哦，交出了那个战锁定，还有 EMP 炸弹。现阶段面对两个保护技能的 Brink 来说的话，哇，我觉得这个凶多吉少。是，这边 A 塔战术锁定也形成了，这一波来看一下，没有 EMP，
好，能拖就拖，拖延时间。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机甲自爆，直接要做个封口，不让对方进来。这边双马屋都开的情况下，强制进场，这样锁定，这个时候也使用殆尽哦。哇，人数上面掉得非常的快 ，HQ 双坦掉，卡瑞斯掉。点上人数不够，直接被站点成功。嗯，重点还是在 iDrop 那一波关键性的脉动炸弹，是拖延了刚刚 HQ 的进攻节奏。那反而 HQ 的这段的话是相当可惜的，因为交出了一个 EMP， 没有东西做 counter 一个路修的行为。是，包含在第一次抢点的时候，人数开出来，这个时候发现对方 HQ 有害影的情况之下，其实 Brink 处理的很好，他们选择左边高塔开战，那反而是 HQ 没有把大部分的人拉到右边的高台，直接跟对方正面会战，是让自己的凯瑞斯跟他另外一个队员在高台上被对方给换掉。那一波会战其实很重要，因为第一段抢战之后的一个能量，你一定是可以拿的比较多的。我觉得重点还是在凯瑞斯不断的想要找对方和尚的位置，可是和尚就是躲在队伍的最深处。那反而针对大部队的时候，因为主要是他们打工业城的时候遇到一个状况，他想要 counter 对方音波屏障，可是一直都没有成功，反而会成为他们那个败掉的点。是，这边来看一下，两边都是长短枪的一个阵型，同样是一个残压塔靠对方球，侧翼的一个骚扰。好，美这边抓到机会，我们可以看到有人机甲爆了，这边被套球是对方的 A 塔，士兵76被套球的情况下血量非常的少。这边在正面给予很大的压力 ，Airdrop 这边是打出一个破口哦，但是人数掉的有点多，这边是回到桥上的位置，回去吃补包再进场。对方的一个 Winston Chill 是打得非常的强势哦。哎，就这边 Creepy 居然是被点掉了，是哇，反而第一集原本要点掉对方的钢法，反而是没有什么成效。对 ，A 塔过桥情况之下攻势非常的凶猛。这一段反而是 Brink 把点给抢占了。哇，原本是 Brink 露出一个小小的破绽了。Trail 的第一波压制是没有跟 Kiki 做联动，反而 Kiki 的右键没有保护到这个温斯顿。在伊藤倒下的状况下的时候，反而 HQ 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做压制。是，甚至我们发现那一段 ATA 的一个士兵76都被套黑球了，而且血量非常惨，但是还是让他跑回去了。选择窄口室内这边要拉一波进来 ，iDrop 偷到后排，这个时候哇，非常的危险。有人发现吗？没有发现，就被黏了。这个黏没有黏中，哇，这个是九死一生，直接逃过。是，两边闪光同样都是使用脉冲炸弹来做限制，可惜都没有命中。目前要打一个点上的会战，但目前 A 塔的位置还是比较好的哦。是，双保护，我们可以看到七六射线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这一波先开的是 HQ， 卡瑞斯先开，和尚保护对方 ，RQT 也开了一个音波屏障，保护全交。这一波来看一下会战 ，Kiki 先清掉 Aken。哇，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少一坦的 HQ 人数上面不足的情况，卡瑞斯那边被换掉，第一个战术锁定，这个时候有所发挥哦。但旁边的 Chill 也是把 DJ 给打掉。哦，精神战，烤妹点掉了 HQ。哇，这个回收非常关键，但是脉冲弹没有太多的效果。Aken 这一波是把对方人数给换回来。哇，点那撑了很久。Frank 这边开了一个野性之路，被套球的是 Chill。拖了很久的一个时间，能量趴数还是在 Brink 这边。是，刚 Creepy 一个关键性的右键推掉了 A 塔 ，A 塔倒下，目前点上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输出手。但等一下，闪光要即将回到点上了，这边弟弟做一个防守，这一抓对方闪光的路径也逼迫对方交出回溯。好，这一个脉冲炸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效果 ，Kiki 被爆机甲。这边这一波 DG， 哇，这个输出有完整的一个射线，旁边在保护。这个时候 Aken 开了一个野性之怒。总算把人给清掉了 ，HQ 这边是站点成功哦。嗯，但对别人来说的话，他们只要赢下一波会战，几乎就可以抢到点了。现在的话，只要存到双保护技能开得够好的话，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嗯，现在在于说 ，HQ 能不能拖累对方一个会战的节奏，就在于说 Callman 的脉冲炸弹能不能成功拖断对方的后排。是。好，这边可以看六人大部队直接强势进场，他的音乐往前一推。这个位置来看一下，被套球血量非常惨，后面有做骚扰，后面的位置再回去帮正面 ，ATA 已经有战术锁定哦，先缴这个是保护键是凯瑞斯哦，好 ，DJ 位置被限制住，哇，这一波对他们来讲 ，HQ 非常非常难打，人数掉太快。但是 Late Titan 这一波的一个自爆炸死两个，哇，相当的关键。这个在广场的时候有封锁到对面一个正面的火力压制，哇 ，Creepy 这边居然是想要跟 ATA 做单挑，反而是自己被点掉了。对 ，Creepy 刚才的走位实在太前面了，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抢回来了，97%、98%，
这边对 Blink 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再把闪光给点掉，正面 DG 也掉，双输出都掉 ，HQ 只剩下双坦。但这个时候雷台一样爆机甲，跳出宋和娜，哇 ，Eric 在做一个撑点的情况之下，已经进入到 overtime， 必须得踏点。HQ 最后的机会，有人进来吗？有人进来吗？没有人进来。哇，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 Blink 拿下这一分2-1哦。嗯，外场的部分原本是一个第四包机甲化，成功的把人数劣势拉了回来，但是后续 Creep 应该直接是在点上架起补给线，而不是去追击对方的一个主力部队。对，刚刚其实对他来讲，遇到76在那个位置，正常的一个路线应该都会往回撤。对，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追击的速度有点快，直接被对方给点掉。好，反而是在花园这张地图的话，是由 Blank 这边拿下手了。等一下一样会是两张随机地图哦，就是在于说是打空中心呢，还是打的是一个村，打的是夜市。哇，这一张地图刚刚也打过控制中心，一样是害右边的一个补包，高塔的一个补包，但是第一波会战 Blank 是拿下了。来看一下，这样一样的选择情况之下 ，HQ 会怎么作为他们的一个开场？对，刚开局会战的时候，最早是平台的人被吃光哦，反而这一段 HQ 的第一题选择一个保命能力比较好的一个角色，4-76。好，先跳 Strio 这边往对方脸上追击，有人在高塔，但是有人是回头。回头要追 ，Chiro 直接退，后面补线充足，刚把偷掉了 ，Callman 哦，这边侧翼的一个射线 ，Ata 完整的一个76射线，没有受到太大的一个干扰。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后面这个闪光追击的情况之下，稍微混乱，但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哇，人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点上还在争夺。这边的会议站上面，擂台算是恰到了点，可这边补给线好像不太明显，因为毕竟他们有带一个害影角色。现在一换一的会战带掉对面闪光，但是同时第一把也是爆甲状态。目前 Harris 开启个大绝招，看一下点上这个大绝有没有很好的成效。率先带掉对面第一把，可是这个点上的人还是输的。是卡莱斯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HQ 把点给抢回来，但是人数太少。哇，我们可以看到从车一做一个干扰，卡莱斯点掉了 A 塔。这时候来看一下后半段。这个人数来讲，虽然我们刚才看起来是 Blink 比较多，但是点没有抢回来哦。后面补兵速度 HQ 非常的快，而且占领小补包区域。这边我们看到 Creepy 直接被脉冲炸弹给炸死，一把残血爆甲状态。第一，这时候开始个战术锁定，开完结束，并没有杀到太多的人哦。这边点上的速金菜来看一下，剩面三个人会不会撑更久的时间？考面的侧翼遭受到第一那个对方是不是有一个射击哦？对，缴出了回溯这一波的一个打发现，我们可以看到 Ata 的一个位置直接被打掉了。哇，刚 Ata 感觉是要回来追击闪光啊，没有想到是被打掉。哎，甚至营运战部分的话 ，HQ 这边占到了蛮大的优势，甚至这一波 Carries 再度拿到一个 EMP 炸弹。哦，这一个追击来看一下，考面的一个选择，在侧翼再拉回来吃补包。卡瑞斯下一波是会战关键。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对方先抢平台，直接从左侧拉近距离，这个丢，但是没有太多的一个效果。EMP 照射情况之下，全部往前，卡瑞斯丢出 EMP， 这个时候队员补人速度还算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却有血很残的情况之下，拿下这一波的会战。宋和娜不管他，一样被追击。不过 HQ 这一波其实缴了蛮多的大、啊。对 ，EMP 炸弹、野心之怒，然后现在的话，这是有个音波屏障，没想到在侧翼的时候居然被抓掉了。可是以下一波会战的逻辑来说的话 ，Blank 优势占大，反而现在 H 的话就尽可能拖到99%，然后顺便去累积害影的能量就好了。是，这边我看到第一次被追击的情况之下，丢了一个脉冲炸弹，没有太多那个效果。H buff 出手在点内，合上钢把直接开大要保这一波。入侵后音波屏障也下的情况之下，已经就到 overtime， 这个自爆非常的关键。哇 ，Creepy 卡瑞斯各带，这时候我们看到 DG 后方的一个战术锁定，给予对方很大的一个压力哦。结束了，这边没有人踏点，没有想到最后一波 Blink 能量有优势的情况之下，没有能够踏点呢。对，在闪光岛的期间，一个6-5的会战，没有想到是 HQ 这边用一个自爆做逆转。是，我本来是说有逻辑，但看起来是没有逻辑的。对，这边就是比的是个人发挥啊。对啊，单兵操作的一个最后一刻 ，HQ 拿下关键的一个胜利哦，两边战成2-2的平手了。哇，这边打得非常非常的刺激哦。目前守住这个赛末点，目前 Blank 是3-2的成绩。HQ 如果拿下这一分的话，基本上就是打好打满了。太好了，这个就是观众所期待的打好打满。对，来到的是花园。花园这张地图来看一下，双方一样远近阵。原因正在于开局的时候 ，Comet 能不能给予侧翼压力？
如果是双坦部分的话，要不断的做抢阵地的动作。种族的部分来看一下双坦这边选择的站位哦。好，先抢这面闪光野战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哇，这边先开战的是 HQ， 直接往前看，哇，有机会三个，推掉了三个掉下去了，哇，这个 creepy， 这个一定等一下好好看一下，真的，不是最早 HQ 选择压制到桥边的时候，那其实对于那个 Blink 来说，如果闪光站在侧翼，那其实是 Eric 可能会率先受到一个蛮大的冲击。但没有想到 Creepy 在正面战场的时候，居然是推了三个，非常的夸张。我感觉刚才那一波他打的是一种应该是预先想好的，因为他们直接先开战，而且应该路修音直接加速近点，然后一推直接把三个推下去。来看一下这边打乱了，哇 ，Blink 这一波进场很凌乱，正面有人要进来，却被套黑球直接被融化。哇，这边对 Blink 来讲要稳住阵脚。嗯，虽然说 Eric 这边人数倒下了，不够点补人数也是蛮快的。哎，甚至这一段还有能量上的一个蛮大的优势。除了双保护拖点，目前逼迫对方大招之后，能量循环会一直来到 H 这边。是，这波我们可以看到进场，确实血量非常的少。哇，100D 的一个血量，快速的直接拉到门后面，这边在跳回来的情况下保住自己的性命。好，我们可以看到脉冲炸弹这一个粘，直接粘了两个。哇，这个是第三波的会战 ，Blink 进场人数都掉，都是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减员啊，又拖延对方进攻的节奏，一个大局就拖累了，而且甚至这一段 HQ 几乎是快五个灯亮了，目前雷泰坦也是66%，是，现在 Blink 一样两边交双保护，目前会被抵消掉，那现在就在于说那个闪光要如何打出破口，好，选择窄口室内，先整套闪光了。闪光来看一下 IG UP 的一个发挥哦，能不能够强势打出一个破口？啊，当然 HQ 这边有双保护啊，优势还是很大。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套球抓到 Creepy 没有开，这个没有开的话，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炸对方可以。哇 ，IG UP 的闪光没有极限，挑了两个。这边那个会战雷泰人爆甲，这个时候 Eric 开招直接做拖点，但是没有能够拖住。这边反而是 H 需要一个大旋上面的要双省大来逼迫对方的双保护，没有想到这样的行为也导致说刚刚 Creepy 在侧翼就被抓到了。是，哇，这边处理的速度非常的快 ，Blink 强势拿下一波第四波的一个会战。好，来看这个时候从后面直接进场，一样的一个角度，第一次的射线非常关键，拥有战术锁定。好，这边暴击甲要拖，这个拖两边都丢。两边都没有太大效果，先开保护技的是 Blink， 有现在双保护衔接上去 ，Ata 的射线并没有任何的发挥，没想到 Trail 这个星星是在侧翼推掉了 Creepy， 能上一个6-5的会战，是最后面窄口星星大绝输出好高啊，居然连打了两个，哇，这个是非常强势的一波、哦，哇，原本是一个 AHU 的双保护衔接，但是并没有用到这个保护技能往外去打，反而是 Ata 的外侧射线。是限制到那个 HQ 整体的站位，而且 HQ 刚才其实 DG 他的一个战术手艺也开了，但是开完没有任何人有伤亡，哇，这边缴大量的一个资源，没有拿下会战，这一波直接往对方脸上打，往后排清，这一波效果不错，回坐回来 ，Call Man 没有太大问题，但是 Creepy 被打掉，两边的后排都有点问题，有点状况，这边爆机甲，人数来讲 HQ 是不够的，对，这段赶快就撤退，反正目前是 Kiki 爆了机甲，下一波的话是没有机甲可以做使用的，现在的话 HQ 最后一波的会议战来看一下他们大绝招，只剩下一个雷泰坦的一个自爆。是，可能是没有的，因为他是现在是一个重算状态。Eric 很大绝相当关键，目前要逼迫钢把的一个保护技能。哦，来看一下这边粘，哇，这个掉的话非常不妙，非常不妙。人数减员情况下还是要进去，这个时候和尚开大，哦，这个保护技巧情况之下，这个闪光返场应该时间还算足够。Creepy 掉的情况之下，这一波不太妙。Eric 点内直接开了一个野性出路，被套黑球是钢把。这个时候人数有换回来，碰到了，哇，这边碰到 overtime，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直接和尚开大进场，强势要打一波，点内的会让 Blink 爆机甲 ，Chair 的一个位置倒了，只剩下 IG up 闪光，这个时候哇反场反打一波，直接把点给抢下是 HQ。好，这边还没有结束，因为现在 Ata 是我有个战术锁定可以做使用，等一下开场一定是 RQT 接大绝，直接打一波会战。九的话能量，目前看一下 H 要做前压式防守，雷坦有个自爆，所以等下会往回丢，丢在点上。好，来看一下这一波关键的一个会战，有人直接站点，开了一个音波屏，他强势进场。来看一下野心之怒，
后面直接开了情况之下，敌人一直在找他一个射线，人数掉得非常的快，双补都掉了。Ata 开启了战术点，就锁定这一个关键的一波，正面直接打掉 DG。点内这一波的会战来看一下，第一这一波的一个机甲自爆没有太多的效果，已经救到 Overtime， 必须要有踏点 HQ 最后的一个机会。今天晚上最后的一个机会 ，Call Man， 这个时候我们要来看一下，等一下，等一拍再进场粘这个粘到 RQD， 哇，暴击炸两个。钢板的位置血量非常惨，这个点内这个会战还没有结束。我现在 Eric 很快可以接到大招，这样点上的一个输出都是几乎是没有的状态，结果这边被秒掉了，这边还有机会吗？是，这边还有人进来，在 Ata 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角度直接打掉了 Creepy， 这一个机甲，哇、哦，第一次过来了，这边还很难说。哇，这边我们看到旁边有露西欧 ，iDrop 闪光侧翼这个干扰 TG， 这个时候血量非常惨，没有人了吗？这个时候 Layton 还在爆机甲，旁边还有 Callman 反场，这个时候一样，哇，这个是 Eric 直接进来开了一个野性之路，还有得打，是现在点上星星一个人在做拖点，而且看一下能拖多少时间，反而现在人数能赶到吗？哇，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Over 的，哇，被推了，这个时候再进来，撑了很久的一个时间。血量非常惨，没有人进来了吗？这个时候凯大进来的是凯瑞斯，一样 Creep 快速被融化，必须要打出一个破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Callman 回缩脚掉的情况下追加 HUP， 点内会战非常的关键。哇，这边有脉冲战的 Callman 被打掉，快速减的情况下 Overtime 比赛结束。哇 ，Brink 最后强势的一个逆转胜。哇，刚刚 Eric 就大局就差那一波，如果万一他那一波累积掉的话，那其实是刚 H 会获胜，但没想到最早的那个集火实在太快速了。来看一下 Creepy 最后一场的发挥哦，右键怎么推的？这边直接加速，哇，瞬间在侧翼就直接推了三个，哇，这个表现非常的精彩啊！真的好可惜，79%的时候，最早真的是 iDrop 的一个侧翼先杀掉了 Creepy， 后续大绝粘到了那个刚第一次一个发挥。对，在第五、第六波的一个会战，其实 Blink 的一个闪光 iDrop 的效率非常的高。但其实有一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 HQ 大招能量双保护那一波进场。反而第一季在后面也拥有射线，但是开了战术锁定没有太多的一个效果。最后我们可以看到 Blink 是拿下那一波会战。刚刚多亏于 Blink 后续的一个集火能力实在太高了，甚至刚刚 Eric 开大绝的话只击杀了一个小敌吧，那反而是在对会战后续没有什么很好的成效。是，那也恭喜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 Blink 前面输掉两张，但是后面是追上来了。对，浪二追四，哇，反而最后一张蛮可惜的是没有让我们看到最后一张地图啊。哇，这边有点可惜哦，但两队来讲，希望现场的观众朋友给两队一个欢呼，给他们一点掌声哦。今天带给我们非常精彩的一个比赛。对，最后一场真的是两边的个人发挥实在是太棒了。是，真的最后感觉好像 HQ 还有一丝的一个希望哦，这个奋力一搏、哦。但当然比赛没有结束，因为明天是 HQ 的主场日。是。那么我们把时间交给分析台易先生喽。哇，刚才比赛实在是太精彩了。我觉得 HQ 这边虽然第一天败，但是虽败犹荣啊。是，我觉得其实两边打到控制地图这一张，其实后面都有点昂掉了。对，最后那个会战其实有点坑掉。对，有很多水饺以及很多招式的释放错误啦。没错，像第就是两个和尚开大进来，那你也看到 DZ 开的战术锁定跑进来啊，两个和尚开大好尴尬。那印象最深的还是我们看到的是最后一波的这一张地图花园，是花园。对 ，Creepy 突然推了三只，然后一开始拿到胜利，那 Blink 这边下了两波水饺倒了，然后后续。起 Q 这边拿到了一个不错的能量面，然后呢，但是打输了 Blink， 但是在这边 Blink 拿到控制权之后呢，起 Q 这边其实他们可以不教任何招式，是稳稳的。让对方打死，对对，最关键就是 HQ 那个双保护并没有达成任何的价值，对对对，你就让对方打死，然后你们在下一波能量也好了之后呢，你再来开一波大绝七龙珠灌进去不就赢了。可是起 Q 其实打到也是有点昂掉了，对，但是我觉得真的 BO7 赛事啊，这个相关到体力的东西真的是扛掉难免。 对，因为目前来讲就我的认知，没有职业队伍他们有针对 BO7 来做训练，对对对，都是针对 BO5， 没错，对对对，所以打的还是相当的这个，虽然很刺激，但是我觉得在中间的一些过程里面啊，似乎是大局有点看不太清楚。对，例如在这个夜市的这两张地图里面，其实有的这个 Blink 是拿出双刺客，然后这个 HQ 是拿出这个远近阵。那两波的这个会战打赢了，两队在会战打赢的同时，都是紧缩在这个点内，而没有采取一般例行赛我们常态性的一个队伍会。封门的一个策略，他们已经被荷尔蒙控制了。对，他们已经我们要打架，他们看不清
棋盘，对，他们眼中就只有准星前面那个东西，准星前面那个东西，對對對，没有错，那个是人，对，我要打死，我要打死他，我要怎么赢？打死他就赢。然后连那个和尚也是一样，我不服气了，我要打死他，打死他，连续打个五次，我都打死他，我就赢了。对，然后 Kirby 也是，我只要推死人，我只要推死人就赢了。对，这两队都打，因为真的是打很久了，而且没有错，而且前面都是打好打满的一个局势哦。是，那我们也话不多说，我们来赶快看一下我们刚才的重播，第一段的重播。第一段重播是第一次的花园哦，不是第二次，是第一次的花园。双这是可以看一下双方的一些最基本双方的阵型，长短枪阵型的一些布阵。我们看到 Eric 这边是有个 dash 往回拉了之后，这边其实星星第一时间掉血线没有被拿起来，然后呢往回拉这个状态，其实就会造就出你整个阵型会没有办法再往前行动。这一边其实往前压的时候的补给线没有建立起来，对，直接掉坦，我觉得这是最伤的。是，对对，最伤的最伤的。而且理论上在温斯顿往后拉的情况下，D.Va 不可能是担任箭头，他绝对是 cover 温斯顿的这一个角色。是，所以在刚才那个情况。比较合理的一件事情就是温斯顿直接死掉。对，如果说是第一把出现爆甲的情况的话，代表说他们这边的阵型跟他们每一个队伍选手的目标上面出现了一些错误。对，其实我们看到是这样，打到后面之后，我们发现 Eric 很长，他的星星长后的一个动作就是用 dash 往回跳，拉开队伍。但是你星星一起往回拉那一瞬间，其实你也不行奢求说你家第一把有很多的右键，所以等于是你星星往回一跳，但是那时候其实没倒人的状态下，被导致说。你的轻轻往回跳之后，你的正面会完全是被对方吃掉。其实我刚才在看 Eric 很多视角的时候，我们跟 Hoop 在看，然后我一直在大叫，一直叫 Eric 猫人，猫人，他兽人啊，他没有猫人啊，就轻轻开始这样子，然后这样，然后猫一下，猫一下，就差那么一点点，对对对对对，差一点点，加一个枪托就可以把他击杀。我觉得如果有回去看 BOD 会发现，就是有几次只要猫个一两拳，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没错，很可惜，很可惜，很可惜。对，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段的重播。第二段重播是在控制中心这边，双方都没有大局的状态下，这边是 blank 最后硬哦，这边是第一波会战，想起来了，这边是拉到外侧去，然后 HQ 其实位置变得很差，他们为了要确保大平台这一边的 Sunbright 有办法害到，导致他们全部被挤在这个口。对，然后呢，等一下视角一拉开，中间发现说他们其实全部人散得非常非常的开。其实这时候其实最怕是 blank 有情报，而是这时候 blank 情报进来说人只有谁在哪里，谁在哪里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利用他们 blank 最常做的就是贪吃蛇的这种模式，直接去抱团去吃你。但这场 carries 其实他做的很好的工作，就是他不停的有抓到 A 塔，因为 A 塔为了要最大化自己的射击角度，他一直站在实验室的平台方向，是跟他的屁股不停的被 carries 玩弄。对，他我 carries 把他打就打了两次吧，就我看到的视角至少两次的，在这张地图当中专门从后面来的。对对对，从后面来的。那这个后面来其实一出来就把肌肉打到半条血，是，就是也是我们看到就是。就是后来他们进场时间也是不一，虽然这边开始很漂亮，开出个电磁脉冲锋，但效果不彰，导致说后面人数换下来是被迫 HQ 必须得撤退。对，那最后的部分是 Blank 在中期的时候是一时他们是没有出害影的嘛，但点三的控制权他们已经控制下来以后，他们其实是不需要一直站在这个左上的这个平台的，是应该是可以采取一个比较压制的一个方式，是直接压迫对方的一个门口，或是将这个阵型直接摆成一个上行，控制住左边的这个通道就可以了。是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段的重播。第三段重播，这是第二次的花园的开头。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发生什么事情。这边，你看一个路修，你看那路修，你看路修，哇、哦，三个就这样下去了。这就是刚刚我们看到两队处理的方式不一样的地方。起 Q 这一边就是，理论上就是尽量开局，我们先抢到广场处的人员有枫桥的优势。但枫桥的时候 ，Blank 这边是刚刚是倒了一个D吧，没错，站位问题。但是起 Q 这一边是往后拉一点点，让你感觉有空间，然后 Creepy 在阴险推了。哇，漂亮，非常的漂亮，是非常漂亮。我们会看到说，一开始 HQ 在第一二张地图的时候，其实打得非常的凶，非常的气焰，那是一直把 Blank 站在，反而是后面到了是从福斯卡工业区开始 ，HQ 这一个他们的一些站位问题开始有被 Blank 抓到你们弱点处。就是我要先住你家 DZ， 你就没有楚楚可怜的这个状态。而且有时候我就怀疑 Blank 搞不好根本就没看到 DZ， 是他就直接挑了。上去啊哈 ，H 六这样子，一定在这边，没错，你一定在这边。是的，对对对，我觉得这一边的士兵切入的站位，其实你知道，我知道起 Q， 但这边的做了防范的这些程序可能没有太过于完整哦。在配套方面，就是在于说，如果说对方卡你七六位的时候呢，你坦克过来做保护，那对方又在点上的时候，这边你要怎么样去做循环？因为感觉他们的补给线是不太有奶到，士兵七六。我印象是比较深的是在国王大道啊，对，他还被对方的闪光带走，那前面还有两个肥肥的人员，但是他是直接闪光是直接 dash 进来 ，A drop 打一打，打一打，枪托超靠掉，对，没有错。那我今天也想问一下两位来，就帮忙做个总结，就是你觉得今天双方队伍的表现的时候，你会觉得明天 HQ 角担任主场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东西的一些事情？
明天如果是起库担任主场的话，这边能会选择的地图，应该第一张会是，我觉得漓江天塔，对，漓江天塔，然后那第三张会是花村，对，然后一样会选择这些比较让自己比较有优势的地图，但是关键还是在于说，在面对到推车图跟混合推车图的时候，他们的二楼位的部分会不会被对方给抓到？像直布罗陀的这一边的慈悲以及士兵七六位，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在前面一二段其实都遭受到了很严重的封锁跟限制。面对到对方的刺客阵型，起库这一边要怎么样去做防范？二楼位的部分，我觉得回去应该会是起库想要针对加强的一个重点。是。对，这主要是今天 HQ 使出了三个战术体系，分别是骇影，然后长短枪，然后在这个搭配慈悲的这个套路这个体系。那我觉得在前面长短枪打控制地图是相当的不错，在骇影的部分是打混合推车，还有占领地图是表现相当不错。只是在这一个后面的这个慈悲的这个体系啊，好像都是他们落败的一个环节。那今天在 EEO 师他们在控制地图有获胜了以后，其实在明天的一个地图上面选择，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选择EOS再一次，要不然就是选择尼泊尔这样子的一个地图。那在这个后面的一个，就是可以把在后面的混合地图以及推车地图，应该是可以将汉影体系以及长短枪的这个体系用到极致，然后选择花村江的体系，这样子的一个地图也是相当不错。要选择长短枪阵型能够最大化的一张，对，要搭配在里面。因为目前看起来是起库这边不会搬出刺客阵了，没错。对，原始闪光应该不会是他们接下来想要做的选择。是的，是的。那我这边的话也是非常恭喜，今天Blank这边是击败了 HQ， 那明天还要再战第二场，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MVP。MVP 果然 ATA 的原氏哦，ATA 的原氏在一些关键时刻有做一些蛮重要的一些工作，就是、像是就也变成是让 Blank 最主体的攻击。对，国王大道封锁夺命女，对那一波，然后呢还有好莱坞的一些砍，对，只是那个时候刚好被对方安娜被隧道，对，不然那安娜没隧道，其实会很恐怖。不是我砍不到，是对方安娜太神，太神了，对，真的太神了。是，那我们也是看到 ATA 一个表现非常，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赛事结果。就我们看到的话，第一张伊利欧斯这边是由 HQ 拿下胜利，第二张地图好莱坞也是由 HQ 拿下胜利，但是后面很可惜是被 Blank 这边追势，在福斯卡工业区 Blank 这边是2-1获胜，那在后面直布罗陀基地是4-3，这边是由 Blank 获胜，国王大道2-1，提江天塔也是3-2，最刺激的这一场是。哇，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是工业区直布罗陀跟国王大道都是七六位这一边二楼位的部分，对，没错，对，进入到 Blank 的一个局势啊，我觉得这是很可惜 ，HQ 没有办法拿到前面的气势，然后把接下来的盘给赢下来，对，因为辅助位置导致低地的这个射手位没有办法很好的一个发挥，我觉得是在这个直布罗陀基地最可惜的地方。是的，那也是。辛苦两边对手打到赶到最后都看不掉，但是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闪电狼的长短枪的阵型，其实他们的中拿位不会那么容易被冲掉，但是他不是破空，没有来看，理论上是这样，我觉得理论上是这样，我觉得这点是其实还蛮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情，对啊，的确在辅助位上面他们是选择慈悲加露西欧，而不是安娜加慈悲，对，在这个部分是，因为当初其实我问过闪电狼的一些队员，他们其实是说是。要说中打是破口，其实也不为过，是因为中打他的位置的确是取钱，的确是取钱。那他其实会做的是第一时间的火力跟吸引炮的注意力，那会是由培根去做一个侧面的一个从后面来。但其实我觉得比较明显的一件情况就是，第一集跟中打的七六的差异是在于说，中打这边变位的次数比较高。如果像 Hook 本身是有自己是传统 FPS 的玩家，就是对于变位这个概念，其实应该还是蛮重要的。没错，对射手二楼位来说是。就像他今天被抓，这个辅助被抓的这个位置，其实在第一波会战的时候，其实对手已经被你打退的情况之下，他会先记住你大概这个位置。如果他就像我举例，他今天双辅是站在这个第一个 A 点的这个左上角，其实他第一波被打退的时候，他已经记下你的位置。第二波进发的位置就在这一个 A 点的正下方的这个通道，那一看到你确定你在那边，就接上去，你是稳定，你是必死无疑啊。对，是的，没有错。那非常谢谢你，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一张字卡。这边的话，我们看到这边今天第一天 ，Blank 是先率先拿下了一分哦。那明天 HQ 明天会再跟 Blank 来打上第二场的 BOC。要是明天 HQ 能利用主场优势拿下一分的话，星期天就会有第三场的比赛。我觉得起库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对，而且太可惜了。理论上连续三天的 BOC 赛事，队伍要针对
今天的状况去做调整，然后明天然后把它调好拿出来打，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难。对，现在是11点，然后如果说回去调整，然后呢讨论，然后你可能睡一觉就要起来又要比赛。对，我觉得就是这是每一队就面临难题，你休息跟检讨之间你要取得一个平衡。对，对，闪电现在还在吃宵夜，他们现在真的很舒服，他们坐山观虎斗，喝茶看你们两个打。好、啊，我知道你怎么打，这样对，吃烧肉了。没有错，没有错。那也是非常谢谢今天观众的收看。那我们现场主持人准备好了，我们先把画面交给主持人。好，谢谢专业的分析台。现在要进行到我们的赛后的访问时间，在我身边的就是今天胜利的队伍 Blaine Esports 的教练 Jason， 以及我们的 MVP 选手 Ata， 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大家好 ，I'm Ata from Blaine Esports。耶、yeah, ！掌声欢迎他们。谢谢。首先，第一个问题要先问一下我们的 Jason 教练。其实，在最后一张离张天堂的时候，哇，最后的那张地图，哦，观众惊呼连连。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在离江天塔的时候，考究的一个就是看队伍，就是长短枪阵的话，最注重的东西就是要发现说那个队伍有没有失误，然后再做集火。嗯、所以就是看就是进场的时候，像比如说最后那场，他们直接撞了三个人下去，实在是，哦，看的时候心都有点快崩了。心脏要跳出来了吗？就看到他直接把三个推下去，然后下一波又是。啊、根本没进场就直接倒下了，就实在是压力也很大。你明明就没在比赛，然后比他们还紧张，有没有？比他们还紧张。对，那第二个问题想要问一下我们的 Ata， 有没有特别就是针对就士兵76在 Dizzy 那边做一些什么策略呢？Do we have any plans or do we do anything specific to deal with Dizzy on Soldier 76？ Usually we do have a plan to focus on Dizzy, but like nowadays like the rest of the team has gotten a lot better.So like we don't really have like a specific mark or focus on anyone, and we just play our game. 就以 Dizzy 来说的话，一开始的时候觉得他很准，所以我们对他有做针对。Mm-hmm. 但是觉得说他现在进步的幅度没有其他们队伍的选手还要多， oh. 所以没有直接针对 Dizzy 做针对。但是以我个人来说的话，我是认为他们的两支坦非常优秀，所以。如果有针对的话也会是对他们。嗯，我们知道说在第一张跟第二张的地图，其实你们是面对了直落二的压力，那个当下怎么样去调整他们的心态呢？When we after the first two maps were down 0-2, how did you deal with the mental deal with your mental state coming into the two losses? I mean, well, when we go 0-2, like the two maps that we lost weren't really our strong points, so like after those two, we were just like, oh yeah, whatever.We can still bring out our strong map later and stuff, and we just did that and we won. 哎，他不想去透露一些东西了，但是啊，你没有要翻译的意思吗？哎，已经说出去了，都随便找一下翻译都翻译可以了。就是啊，我们选的地图其实不是我们最厉害的地图，所以藏的有点深，所以才会导致说直接输前两张图这样子，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藏招藏太深，害到自己的意思吗？对。好，那在我们在那个直布罗陀的那个地图的时候，在 Sunbra 镇其实你们的效果不错，结果 HQ 在做防守的时候也模仿了你们这样的阵型，当时有没有就是 shock 到那种感觉？When we played Gibraltar and we did Sunbra defensive first point, during overtime they copied our strat. Was it like what did you think when you saw that Sunbra strat? Well, actually, we sort of like predicted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copy our strat because they're like.They're like a really Sombra-centric team, like with Keras being like a really good Sombra. Mm-hmm. And that's exactly why we instantly won. Like, we instantly killed them, like, knew what they were going to do. 就是因为 Keras 对今天就是打了很多残影，所以害影。所以今天就是他们直接到那个 overtime 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预料到说他们会这样子打了。其实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有对，就是他们可能只是一开始防守就用这个战术，然后也对那个有针对，只是很意外说他们结果拿出来是慈悲。哦，所以你们早就算到他们有这一招就对了。对，对，那今天其实也赢得还蛮辛苦的啦，有没有特别明显的感受到主客场的优劣势了呢？主客场的优势哦，就是主场的话，你一开始选的图，你可以打出气氛气势来。就是如果你第一张图已经赢了的话，对方会低落，然后你会士气高昂的话，对于接下来比赛都会比较有利。嗯哼。所以我就认为说，现在那个规则变成说，每一个队伍选择地图的时候都不会有重复，是重复一个模式，所以就是给队伍都有发展的空间。所以我觉得那个。这样子七胜的那个制度会比五还要好，因为毕竟你可以选四个模式全部都有玩过这样子。是，经过了季后赛第一天的比赛下来，有没有信心在明天的比赛当中直落四？有。
你刚刚是这样讲吗？有，绝对有信心的。好，谢谢 Jason， 也谢谢 Ata 接受我们的赛后访问，谢谢两位。那今天的比赛呢，就在这边告一段落。待会会进一段沙发区的访问，而且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待会就是要来抽我们的限量周边商品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先进我们的沙发区进行赛后访问。欢迎来到沙发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易先生，那也非常荣幸能请到 HQ 的教练与队员哦。那我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Coleman。嗨，大家好，我是 Quippy。Hello， 大家好，我是教练 Nito。没错，我其实非常是辛苦，我打了好久 BO7 的赛事哦。想问一下，说 BO7 这样打下来，你觉得体力上面是不是真的有很大的影响？我是有一点影响，因为我后面其实有点就是注意力没有很集中，没有前面几张那么集中。就像阿森讲，就是有点昂掉。对，就是有一点。我是还好，因为我玩的辅助位置嘛，也是这样玩。对，比较没有，因为我需要的瞄准没有像他们这么的。哦，对啦，一整波会战，每波会战都是很极限的在瞄准，对吧？我比较观察，所以我比较没有那么累，所以我觉得还行，对吧？是的，那教练这边你觉得对于 BO7 的赛看到今天队员的这样体力的表现，你觉得会去做一些调配吗？其实因为今天不管是 BO5 还是 BO7， 其实对职业队来说是不会有太大影响的，因为本身一天的练习量打的地图一定超过是七张以上。那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队员会疲倦，也是因为专注力啊，一定是比较集中嘛。那很显然，其实我觉得今天在一二张其实 Coleman 打的是不错，那三四张其实也不算他下滑，因为其实在第三张工业区也是我们一些判断上的风，应该是讲我们的风格问题，我们没有打出我们本来有的风格，然后对，反而是输掉了。那第四章真的是，我是觉得直布罗来说的话，他们出海影体系真的是打得很好，打得很好，这的确是我们没有遇过的招。那其实也算有遇过了，只是我没有料到他们会用。但是我觉得这个明天再用的话，其实他们应该明天还会再想选直布罗陀，因为他可能觉得我们直布罗陀很弱。那我觉得也没关系，就是明天再打一次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有机会可以直接把他们直布罗陀推掉这样子。哦，是的。那之前其实上次我觉得在跟聂侯教练聊天的时候，你有说哦，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底牌，我们没有藏什么招。可是今天我们看你们像在 EDOS， 其实我们大家都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觉得 EDOS 一定是 Blank 会拿下胜利，但没有想到你们 Blank 是打得非常的凶，是直接是击败了 Blank 这样子。他想问一下说，其实你们是不是有对一些 Blank 的优势地图去做一些对策？其实，应该是说，以常理来说，阿森最想要数学来说，对，就数学来说的话，因为 EO 是这张地图来说很吃刺客强度，对，因为我们刺客的强度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的强，可是我们就在进步中。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很多打法跟操作就是可能是状态比较好，那我们的强度其实当然了，大家一定都会认为说 Blank 的刺客是一定比我们强的，但是这点其实我不否认，但是我不认为我们会输到很多。那比赛其实真的很吃状态了，那可能就是因为今天打 E64 的时候，他们跟我们打嘛，那这样其实我们这一两个礼拜，我们 E64 已经练到不想练了，练到腻了。就是每天，因为我们每天遇到第一个队伍就是一定打 E64， 就是一打 E64， 看到蓝色屋顶都会怕了。那基本上我们一个礼拜下，我们一天会约四支队伍，我们一天就打四次 E64， 好痛苦。所以就是一整个礼拜下来，他们就是。He 就常讲说：“哦，不要打控制图了，我想吐，我很想吐，就类似这种感觉。對”对，的确打控制图是一件很累的一件事情、喔。那也想问一下 ，Creepy 刚才有个精彩发言，我看你的那个路修从左边慢慢绕过去，直接一推三哦、喔，就这一推的感觉，你们整个气势都打起来。因为你推一推三之后，你当下心境是怎么样？很亢奋啊！我心里想的是，上次打 HK 的时候，我也推了三个还是四个，结果完全没有画面，然后连 highlight 都不是我的。我今天再推一个回来。是不是我特别在回放机帮你拉了画面出来，有没有够义气吧？有够义气，谢谢。OK， 没问题。那想问一下 Coleman 说，就是其实 Coleman 一直以来就是我们，你就是从蓝路就是从副坦位，然后转造就是我们 OPC， 现在就是变成是闪光原式都有玩过。那我们今天看到你的闪光，其实玩的比在例行赛的时候出色了非常多。那今天在楼下遇到你的时候，也有说你今天有练了很多起来，今天稳很多。就是因为最近可能就是玩，因为可能之前我们要练刺客阵嘛，是。那我就是到原始的位置，那因为我原本就比较会闪光一点，对啊，就是最近又练得比较勤，因为每天练习的时间就比较多嘛，就是加减会有进步一点。是。那想问一下，就是明天换是你们当主场，你可以选择一张五七张地图，你觉得你们对于明天的胜算，你觉得积极看？你觉得在掉？我这不在掉，我认真问啊。没有，我以为你要问说明天一三五七要选什么地图这样。直接问这样，我不认可派来的。不认可派来，其实我收钱的。你说吧。其实我自己的认知啊，我觉得他们，
好，我就直接讲啊，他们明天第二张应该没意外是选国王，因为他可能觉得我们国王蛮弱的。是。第四张一定直布罗陀嘛，因为他就觉得我们直布罗很烂。也蛮弱的。正常，如果我是教练的话，我也会这样选，因为长远来说，其实在一天之内，可能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太多的东西。但是我就会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开玩笑的，我们一天之内我们就有办法修正东西，因为我觉得其实一个职业队伍真的是有办法有本事的话，你回去检讨一定可以立即修正。是。虽然说修正的幅度大或小，但是我们知道要怎么去防范它。而不是去忽略他。那我觉得明天来说的话，我没有把握第四张一定赢，因为他们第四张直布罗陀来讲，但是我觉得四比一的几率是大的，是我们是一二三，我觉得要拿下来其实不是太难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看到在最后刚才访问的时候，我们看到 Blank 教练 Serenity 他有说明天四比零有信心，你觉得你会让四比零吗？不可能。其实教练一定要讲说四比零有信心吗？难不成？因为我访问你，你们明天打，你觉得？四比零 OK 吗？我 不行，我觉得我们可能打不赢，我们很烂，不可能这样讲啊，对啊。因为每个人都其实我是有感觉到一点心虚的成分在，他其实有对，可以，所以明天应该知道了谁四比零，明天知道是不是？那我也非常期待这样子。那今天也是非常打辛苦，打到好晚好晚。但是我看到你们表现，我觉得虽败犹荣。那我想问，我是比较想问一下两位选手，其实，在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就是疯狂套 overtime 那一段的时候，你们那时候的灵魂的状态是怎么样？没有那。最后一段其实是我有点 fail 啊，因为我最后就是在那个进去踩点的时候，剩因为我把 Diva 炸掉嘛，然后你还打小 Diva， 对，被小 Diva 打死，对，因为当时太拼了，因为其实我还有回溯，那一波其实我们的星星已经进来了，是，就是已经补到位置，他其实那时候他保命不死那波，蛮有机会的。然后在更关键的一点，就是在混战那时候我们人数有点优势的时候，我们的星星97%。他那波如果蹭到大的话，一定就是把里面的人都拍光光了，而且我们的软皮也不会死。对，那最主要就是那个趴数问题。那其实我觉得他死掉的时候差一趴。对，就是我角度来讲，就是双方就是已经极限操作了，因为其实那个 overtime 已经燃烧超级快，超快。而且最主要是，我觉得对方真的打得很好啦，就是他们也是一直补人进来嘛，然后有找到我们失误的点，因为我们那时候星星掉了嘛，那我们的刺客软皮有被杀掉一两只，后来星星才回来，他开大硬拍，但是对方也补人进来，那个时候其实他在点上的时候是被四个打一个，他也是撑了很久，撑到最后残血，然后我们人又补回来，但是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就能量嘛，就差了一趴，对，就扭转那一趴真的差太多，但我只能说就是真的就是打得很精彩啊，那也体验出其实我们的刺客阵虽然说我们刚起步不久，我们真的是刺客阵。跟刺客的选手玩家练那些刺客角色没有玩很久，但是我觉得看到他们有大幅成长的感觉，我就证明了其实我们的训练跟我们的那些集训那种感觉是有用的。是，好，那也非常谢谢娟选手接受访问，我觉得你们都辛苦，那回去记得要早点休息，明天还要再战一次 BO7 哦。对，那今天打得非常精彩，那我们这边的话也跟观众说一下拜拜。拜拜。那话说，这边要提醒一下，我门口这边有我们 Blank 对上 HQ 的大型背板，然后现场拍照机哦。那各位观众等一下离场的时候，记得可以拍个照再离开哦。我觉得上面画有帅帅的 HQ 队员。对，帅帅的脸，帅帅的。我听你说 ，HQ 放什么贩卖机？我刚刚怎么会有贩卖机？外面是卖什么东西？我要买 Creepy， 然后就掉一个 Creepy 下来。买什么？吓死我！是啊，是啊。好，那我们跟观众说一下再见了，拜拜。拜拜。